在跑男里，热巴的吃货体质吸粉无数，各种吃吃吃，羡煞旁人还不长胖。难道明星们都是吃不胖体质？那你就错了。热巴私下里不仅有很高强度的身体训练，对自己的饮食也是十分注意的，还时常毛裤加身，化身养生小达人。今天吃不胖娘就要向大家推荐，像热巴一样爱吃又酷爱养生的宝宝们推荐姜汁撞奶，不止满足你嗷嗷待哺的吃货灵魂，还带来满满的温暖哦。相信很多宝宝对大名鼎鼎的姜汁撞奶并不陌生，它来自于珠三角地区，是当地很有特色的一款甜品。如果你对这款甜品垂涎已久，那就和吃不胖娘一起来做做看吧。